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蔡黄乳豆黄妹。最近就是进剧组，然后要拍一个新戏，对，然后比较侦探类，然后我是很聪明的一个女生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在进行我们的写真书，然后写真书的拍摄在明年的初也会发售。其实专辑也一直有在陆续的计划，然后跟进行，那也都是会在明年初部分，然后发行。在今年也有拍了一部那个在新马拍的电影，然后也是在明年初上半年，然后会发行，就是会那个上映，也希望大家可以在各大剧院，然后都会支持我。就是五月天的阿信，当然是我一直以来就是偶像也好，欣赏的，觉得。可以去崇拜的人也好，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，跟让我们崇拜的地方是他每写的歌啊，或者是他人散发出来都是很正面，很让人家有热血的感觉。就是最近一个还蛮红的，就是金范，但不是因为他红，而是因为我觉得他承认对待喜欢的人的那种方式，我还蛮向往这种男生，所以我还希望说未来有这样的男生可以跟他一起共度圣诞节。真的很感谢一直以来就是持续关注我的所有朋友们，因为其实这阵子当然我在筹备很多事情，不管是作品上面的戏剧也好，或者是一些唱片，可能有一大阵子，这可能有年可以算，就是一直没有出现。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有耐心的等我一下。那我也很开心，在上面大家都一直在鼓励我啊，给我很多的支持，然后赞美。那其实让我又有另外一种信心，不管在面对接下来工作也好，或者是要做的事情也好，然后我真的很谢谢你们每一个人的存在，因为有你们我才会有我嘛。那我也很感谢一直以来就是不放弃的支持我跟关注我，真的是我非常的感谢。最近天气真的有变冷了啦，希望大家多多照顾自己的身体，那千万不要感冒啦。就是这样。